后就是谢谢大家，谢谢那个药局，还有社福科，还有嘉音，还有红军啊。然后我想我们就是这个活动以后会更加努力哈，去推行我们的病人安全啊，谢谢。
看见五彩的春光，阮若打开心内的窗，就会看见心爱彼个人。虽然人去老也空，总会暂时予阮心头轻松。心爱彼个人，这个活动以后会更加努力哈，去推行我们的病人安全啊，谢谢。